审计室张主任、各位科长、魏县长、赖秘书长、各议员同仁、县府各单位主管、各位议员同仁、各位媒体小姐、女士、先生，大家好。本次的会议是本会第18届第10、11、12临时会。开始前，请先向大会报告，县府文化局陈文斌有事请假，是代理副局长。因为警察局日前有副局长、督察长与各分局长职务移动，请各议员桌上都有警察局新任的主管的简历，请大家参考。现在请县长说明，后请杨局长介绍。好，谢谢哈。大会主席、副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本县警察局新任的主管异动共有10个人，分别是副局长2个，督察长1个，分局长7个哈。接下来我们请杨局长来做一一的介绍。主席、副议长，还有、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我现在就先介绍、我们新上任的、副局长、督察长、分局长。现在从右手边第一位、是我们新任的副局长贾立明，他是本局的督察长、直升副局长。第二位副局长陈志成，他是由苗栗县的主任秘书调任本局的升任副局长。第三位是督察长蔡春富，他是云林县警察局的主任秘书调任我们警察局的督察长。再下一位是彰化分局的分局长陈顺和，他是历任嘉义县的竹崎分局分局长。云林县台西分局的分局长，由台西分局长调任本局的彰化分局分局长。园林分局分局长唐念顺，他是本局原任的鹿港分局分局长调任。鹿港分局分局长刘明新，他是历任澎湖万安分局分局长、南投县竹山分局分局长，由竹山分局长调任本局的鹿港分局分局长。和美分局分局长洪鸿龙，他是历任南投仁爱分局分局长、云林县斗南分局分局长，由斗南分局长调任本局的和美分局分局长。西湖分局分局长严龙泰，他是历任金门的金城分局分局长、屏东潮州分局分局长，由潮州分局分局长调任本局的西湖分局分局长。田中分局分局长王贵正，历任嘉义县中埔分局分局长、屏东县里港分局分局长，由里港分局长调任本局的田中分局分局长。芳苑分局分局长江建宏，历任金门金湖分局分局长、南投县集集分局分局长，由南投集集分局分局长调任本局的芳苑分局分局长。以上新任人员跟各位议座报告完毕。请示主席是否可以离席。离席。安尼会使有离席啊嘛？请各院有啥物有听无清楚？安那无，咱就各副局长、甲督察长、分局长可以离席了吗？啊，请他们离席。好，请离席。继续，现在进行是筹备议会议，请史秘书长报告本次会议议事日程表。彰化县议会第18届第10、11、12次临时会议事日程表，这一次的临时会从9月6号到9月20号，总共15天。9月6号，首先预备会议，接着议案报告，三读会议案第一读会。
二、审计室说明决算审核报告。三、当然农业创新园区第四次专案报告，下午准备资料。9月7号到9月10号分组审查会，9月11号亲戚例假，9月12到14分组审查会，9月15中秋节，9月16中秋节调整放假，9月17、18星期例假，9月19各审查委员会联席会议，9月20一综合讨论三读会议案第二三读会，二临时动议，三闭会。审议事项：一、本县104年度总决算审核报告；二、本县104年度总决算附属单位决算及中计表营业非营业部分审核报告；三、县府提案七案以上。各位议员同仁，针对本次议事日程表有没有其他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本次会议就依照议事日程表照案通过，接着进行议案报告，请史密市长报告本次会议的审查议事。议案报告，本会第18届第10、11、12次临时会提案既有，一审计室所提。本县104年度总决算审核报告及总决算附属单位决算及中计表营业非营业审核报告。二、彰化县政府提案七案。第一号案，致力彰化县民间办理大型群聚活动安全管理制条例草案，提请审议。第二号案，致力彰化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制条例草案，提请审议。第三号案，修正彰化县建筑管理制条例第23条条文草案，提请审议。第四号案，修正彰化县公共艺术自治条例第3条之1条文草案，提请审议。第五号案，为本府经管台中市中区中敦段6小段5之1地号等19笔现有土地处分案，详如处分清册，提请审议。第六号案，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合力补助本府105年度所辖国民中小学充实健康中心设备计划经费新台币998000元整，补助款698600元整，配合款299400元整，因未及纳入105年度预算，请同意办理垫付，是编列106年度预算归垫转正，提请审议。第七号案，为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补助本府办理委托公益法人办理彰化县私立裕民非营利幼儿园营利业务案，106年度至111年度计划总经费计新台币10468000元整，其中106年度所需经费1276000元，补助款1148000，配合款128000元，因未及纳入105年度预算，请同意办理垫付，是编列106年度预算归垫转正，提请审议。上报告完毕。各位议员同仁，针对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有没有其他意见？如果没有，我们就把这些议案交各审查委员审查，接下来请审计室张主任向大会报告104年度彰化县总预算报告。民国104年度彰化县总决算暨附属单位决算及中计表，系由彰化县政府依照地方制度法第42条规定，于105年4月29号函送本市。本市以法定期限内完成审核，并于7月25号提出审核报告，送请贵会审议。本市办理各项审计业务，秉持独立廉政、专业创新之核心价值，市政性、合规性与效能性并重。
自将审核情形简要报告如次：一、总预算执行之审核，本年度彰化县总决算审核结果，税入结算审定为394亿5400余万元，税出结算审定为406亿7700余万元，税入税出相抵，审定差短12亿2300余万元，加计债务举借及偿还后收支短处16亿7300余万元。本年度税入决算审定总额较预算数减少9240万余元，主要系上级政府计划型补助收入因收支并列之经费结余补助款相对减少首置。税出决算审定总额较预算数减少32亿6100余万元，主要系人事费结余及遵节支出首置。又本年度税出决算应付保留数47亿4000余万元，占税出预算数10.79%，主要系工程规划设计中或施工中尚未完工而予以保留，其中以县政府及消防局等主管机关保留金额较为庞巨，税出预算执行绩效有待检讨提升。自将年来本市审核所提重要审核意见，则要报告如次：一、本年度彰化县总决算审定税入税出短处12亿2300余万元，较预计减少70%，为自筹裁员128亿余元，较上年度减少17亿2200余万元。强制性或义务性经费占税出逾80%，税出结构僵化，且人事费逐年递增，应予以量入为出原则来筹编及控管预算之执行。二、彰化县政府本年度上级政府补助收入决算审定数174亿8500余万元，预算执行率97.03%，较上年度略为提升，为预算编列与经费执行未尽捉妥，致部分中央考核项目成绩欠佳，遭扣减补助款，尚待研磨改善。三、部分重大公共建设计划执行绩效已有提升，为建有预计部分道路碎石级配、钢筋及桥台基础混凝土数量等未尽捉妥事项，应予检讨加强办理。接着报告第四页。二、施政计划实施之考核。本年度彰化县政府主管机关依照行政院定颁之施政方针、彰化县政府施政计划及预算筹编原则与总预算编制要点，编定施政计划共计264项，已完成者172项，约65.15%。尚在执行者92项，约34.85%。本年度施政系以乐活农村、安全农业等14项为施政重点，各项正式推动结果整体而言尚能符合既定目标，并获致具体成果，包括办理2015花在彰化活动，经交通部观光局统计，春节期间参观人数名列国内168处旅游景点之冠，推动节能及使用干净再生能源，其中以商转之风力发电机装置容量居全国之冠。又以本年度中央对各直辖市及县市一般性补助款考核结果，以103年度排名相较，部分项目仍有持续努力测进空间，期待检讨分析问题症结，积极研磨善策，以提升施政效能。自将年来本市所提重要审核意见，则要报告如次：一、户政机关原额已持续控管，为未因应户政业务申办方式变革，积极检讨缩编，应予参考。屏东县政府将全县33个户政事务所整并为8个中心所之积极作为，整并及缩减人员编制，以促进人力资源有效运用，并提升施政绩效。二、以加强县辖内禽流感疫情及畜牧场污染管理为部分防治作业未臻捉妥或监测作业未尽落实，影响整体防治成效，有待检讨改进。接续报告第三。政府资产负债之查核。104年度彰化县总决算审定后评估表，内资产总额为127亿4100余万元，负债总额351亿8600余万元，短处总额224亿4400余万元。另未列入评估表之举借债务余额及各界关注之政府潜藏负债或有负债等事项如次：依举借债务余额截至104年度止，彰化县政府1年以上及1年以下公共债务未偿余额为238亿3092万余元。二、潜藏负债，依彰化县总决算总说明，该府列入公共债务法在县规范之政府潜藏负债事项，预计将造成未来负担之支出约为1160亿3800余万元。三项机关专户
基金调借等款项，截至104年底，合计117亿5800余万元，是依法令担保、保证或契约系未来年度编列预算补助，或可能造成未来会计年度支出事项，共计4亿2900余万元。只将本市审核所提重要审核意见，则要报告如次：一、彰化县政府近五年来为支应各项政务支出，年年举借债务溢出结果，截至104年底止，公共债务未偿余额238亿3092万余元，较103年度238亿5256万余元列减，为税入成长幅度能不足以支应各项正式支出需求，自年年产生短处，且向特定专户来调借的金额从100年度的50亿8300余万元，逐年增加到104年度117亿5800余万元，债务户籍也从2亿600余万元，逐年增加到2亿7100余万元，财政负担沉重，期待妥谋善策以健全财政状况。二、欠税案件清理及注销作业未增严谨，期待强化控管作业，减少欠税注销案件发生。第三项，修复古迹或历史建筑，持续活化文化资产空间，为部分修复完成之古迹历史建筑未适度开放，或建有文化资产资讯公开不足，未能有效发挥计划预期效益，有待积极敦促改善。是营业及非营业特种基金决算之审核，营业部分列彰化县肉品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一个单位，经本市审核结果审定存益1021万余元，较预算增加177万余元，约21.06%。非营业部分作业基金审定剩余35亿9600余万元，较预算增加12亿5200余万元。特别收入基金审定剩余10亿3300余万元，与预算短处相距14亿2300余万元。本市审核营业及非营业特种基金所提的审核意见，请详书面报告。接着报告第14页。五、各方建议意见计有5项。第一项，彰化县政府及各乡镇市公所持续推行各项社会福利政策，来提升县民照护品质，为推展非法定社会福利措施，为衡酌整体财政状况及福利措施的必要性。非法定社福支出由101年度5亿3200余万元，逐年成长到104年度12亿4900余万元，加重财政负担，应予积极研议改善，以为县政永续发展。二、村里行政区域未适时检讨整并，致行政区域编组欠均衡，资源分配不均，应予妥为修订规范，积极研议村里合并或调整，以尊节政府行政支出。三、彰化县政府所属各级学校持续强化午餐供餐品质及卫生安全，为102年度起，彰化市太和国小、和美镇和仁国小、社头乡伦雅国小、西湖镇成功高中等建制中央厨房学校，营养午餐供餐人数未达计划目标，应予督促研议改善，以其发挥计划执行效能。四、彰化县环境保护局已编列相关污水整治经费，并设置水质监测及净水设施，推动相关水污染防治事业，为事业单位违规行为平等，水污染案件层出不穷，及部分净水设施未能发挥改善水质功能，主要河川流域如旧浊水溪及杨子处溪水质受严重污染比例仍属偏高，应予严某具体改善措施，以维护河川水质。第五项，雨水下水道系统管理维护作业持续推动，以有效减少灾害淹水灾害，为部分系统能未建置完善或未能配合现代防洪需求妥为规划，或因地下管线未配合迁移而停工，影响建设进度，应予研议改进，以提升都市防洪能量。六、决算审核成果，一、在财务审计成果方面，一、审核财务审定决算情形，既有修正税入决算通知缴户者12亿361万余元，修正税出决算通知缴户者1508万余元。审核税捐稽征事务情形，因法令适用不当或计算错误，经通知查明，依法处理，结果补征税款1228万余元。三、稽查采购事务情形，各机关办理采购因不符法令或契约规定，经通知查明，依法处理或依约收回扣罚减账金额计9255万余元。
在绩效审计成果方面，依法提供财务上增进效能与减少不经济支出之间意见，计有六项。二、未尽职责或效能过低事项，经依法通知上级机关长官并报告监察院者有三件。监督预算执行之重要审核意见，则要列入审核报告有关章节，共计有71项。最后报告七决议：104年度彰化县总决算暨附属单位决算及中计表，本市于法定期限内完成审核报告，为配偶贵会依据地方制度法第42条规定对审核报告之审议。以上就审核报告中较重要者来分案总预算执行的审核等来提出做综合简明扼要之报告，详细审核情形请参阅本市函送的104年度彰化县总决算审核报告。好，敬请主席、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会指教。那各位议员呢，你们桌上都有一份哈，我们本市审编总决算审核报告的问卷哦。那这一份问卷是不记名的方式，那我们烦请各位议员帮我们勾填，来作为我们来年我们审计室在审编总决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那会后的话会有专人来回收。好，谢谢。感谢张主任详实的报告，希望县府能针对审计室所提出的审查意见切实的改进。各院同仁也可以针对审计室所提出的审查报告内容作为明年度总预算审查的参考。各院同仁针对本县104年度总预算审查报告内容有没有不明的之处，需要请教审计室张主任补充说明的，有没有？请林世审议员。谢谢主席，我们县长还有县府一起吃管，感谢审计室的主任做报告，也我们一位同仁。第一，我想请教第19页，审计室。主任刚有报告，有对于未尽职责或是效能过低的三个案件，有提报给依法通知上级之官及报告监察院。请问这三件是哪三件？可以不可以请主任跟我们说明一下？麻烦主任把我们详细。好，我们谢谢林议员哦。我们104年度，我们这三案子包括一个在一个自由车产业园区。在园林的，我们县府主办的自由车产业园区。另外一个案子是有两案子是在乡镇市公所的部分。一个是在那个西湖的一个乡立托儿所，它的一个新建期间的一个延宕，它有一个财务效能过低的部分。另外一件的话是我们彰化市公所主办的一个第一公墓的一个纳福塔的一个工程，也是工期的一个延宕。谢谢，谢谢，对不起，谢谢主任。那第二件事情，我想请教主任的是，关于第二页的本年度的税出预算的保留款占有10.7%，感觉上是似乎有过高。那我想请问主任，过去往年就是最近五年每年的那个保留款大概的情形，是不是今年？104年有过度的偏高的现象。好，谢谢我们林议员哦。我们今年的保留大概占10%哈，最主要县政府是42.9亿啦，然后当然最主要还是在工程的一个正在施工当中的，另外一个是消防局的一个办公厅设的一个保留1.5亿，那大概我们县府的保留的金额大概也都在50几亿、50-60亿左右。今年有没有偏高的现象？如果占percent来讲，以10%来讲，一个机关如果是保留款是有10%的话，在民间机关来讲的话，这是相当的有问题，表示过去可能在执行力有问题，不然就是有过度浮编的现象。因为如果是一个企业单位，它的预算税出预算跟他原本编的差有10%，占有10%，是相当偏高的。
照正常预算的执行面哦，当然我们一直也在监督县府的各单位哦，希望你预算编的能够在预算年度当中及早来发包，及早来执行，不要把这些我们有限的资源都留到年底哦。那当然有一些是因为民众抗争的因素哦，工程在发包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就是没有办法如期来举行，像那个消防局的办公厅设哦，那过去我们根据审核的经验。大概10%几，我们县府的金额今年没有显著的有偏高的现象。好，谢谢主任，谢谢主席，谢谢副议长，谢谢。好，啊，那个谁图先讲，谁图啊，请张谁的张议员。好，感谢主席台。那个审计师，我想请问一下哈，你们最近有在做那个农牧用地的部分？你们审计师发函给税捐处要缴罚款，这件事你知道吗？报告张议员，我们现在是针对那个农牧用地吼，它非农业使用的部分，可能它原来是就是免地价税的部分。那当然，我们是针对那个税务局哦，地方税务局这一边，他们本身的一个他们查核的机制，这个是地方税务局的业务。那这一个部分是我们全国性的，针对一些农牧用地，哦，它本身的税负课征的情形，来做一个全国性的专案调查。这个是由你们审计室主动提出来的案子吗？还是中央下令的？还是卫生长下令的？等一下，议员，我们是给人家请假，不能给人家执行。他是上级长官，你要注意一下。我们给人家请假，不要像执行的这态度不行。他是我们上级长官，感谢主席台。他是让你问，可以问，不可能。好，那不好意思，不能好像执行这样。我跟你讲一下，是上级长官，他是我刚才有说明了，不明确的事可以问他，不能好像在执行这样。好，感谢主席台的指正，明白了。本席明白，本席下次会改进。对不起啊，陈进士，不好意思，议员坐久了，习行安内哈。不是，我要跟你报告一下，就是说农牧用地。你一方面，我们地政处这边，我们一方面，它是属于农地，然后上面盖，它去做的是农业的东西。我们也有收，我们也有跟他收了税金，我们也有跟他收了房屋税，还有那个增建的费用、地价税，我们都缴喽。现在目前彰化县因为审计室这边所提出来的要求，农牧用地要确切使用。造成现在目前已经开出2000多张的罚单。我现在本席手上已经收到很多的案子。好，我是农民，这块农地我拿来生产杏鲍菇也好，我拿来种植生产一些农业用品也好。可是我税捐处我照缴哦，我地价税我照缴，我房屋税我照缴，我该缴的税，包括土地增值税，包括过户，包括所有的费用，我全部都缴了。可是审计师，您这边一个公文下来。由税捐处提交给地政处，地政处啪罚单一下来，你知道有多少我这样子的农民？你知道，因为我们的一家小小农场，他们附近在我们家上班的至少有十几户，因为你右手要钱，右手又要我缴所有的税，左手又要一直罚我，还连续开罚，每3个月一罚了之后没有还没缴完。如果你们再来，还要求地政处的人，如果没有再来检视的话，连续开罚。换句话说，一年你要开4张，一张至少6万到30万起跳，六四就24万呢。20万一年，我平均我每个月就光是缴给政府，右手要缴税，罚款我一个月至少要缴2万多。好啊，我不能经营了。那接下来我工厂，我农产品，我小小的企业，我收下来了。你知道前彰化县有多少人要失业吗？好，我报告一下哈，那个我们针对农牧用地的使用，这个是我们全国性的，因为我们怕各县市在审核的一致性上会有问题，所以我们是针对税务局在执行相关法令，我们审计室在审核的时候一定是法令的规定。那税务局的部分，他们本身是不是有违规使用，或者地政处这一边，那我们是在。盯我们行政机关哦，来告诉行政机关说，这一些的土地上可能已经都有一些建筑物，那它是不是违规使用？因为我们农地上也可以盖农舍啊，哦，哎，早分期也是可以盖啊，哦，那它本身没有违规，那我们是请主政单位
哦，税务局地政署去查看看啊，它本身的问题是不是有问题？那当然，他们查的结果，它本身真的就是违规使用。那违规使用是不是要裁罚？就按照我们现行的法令规定来做。好，我谢谢审计师。对，违规使用，但它是农产品，我再强调，既然它违规使用，你又一方面，我们地政、我们税监处跟地政处一方面又容许它继续营业哦，不然你就不要容许嘛。你不要容许他生产嘛，我的意思是这样。一方面你容许他生产，我容许你，我又给你扣税，然后又告诉你你不合法，左手又告诉你不合法，我要连续开罚。你知道我们台湾，我相信审计师，我相信中央，你们应该有国际观。台湾现在在国际已经没必要，我们都很清楚，台湾的经济只有下降的空间。我们在政治，我们在经济上，我们已经未来都不会好了。我要报告的是说，彰化县它是农民，它是农业社会。我议员没有要做很久，我只知道说我怎么让大家能够有一口饭吃，能够让错误的政策不要再发生。我只是告诉你，求求审计师给我们一口饭吃。我能不能报告一下，这个主政业务在县府的相关机关，我是不是可以请？这样，我跟你说啊，中央，这是等下你会使，这是管路，这审计部时间敢先敢陪你算，你不能。报告主席台，是因为审计部的一文下来，地政处、税捐处他不得不配合，所以他把所有曾经缴过这些税的名单提上来，然后由地政处执行，这是中央下来的政策。中央的政策就是县长要去处理呀、啊。因为我们有没有办法跟中央讲、啊？而且我必须跟审计师报告一下，因为希望你帮我们传达。我们只是一个彰化县议会，跟人家请假而已，不能给人家执行啊。我已经很客气了，主席，不好意思。我知道，可是客气，他是上级长官、啊。我知道，但是我唯一只能靠这个窗口。你在讲的话好像我唯一只能够请我们审计师帮我传达，我求求你，拜托你就仅代表我们所有的农民向你请益好吗？请你把这个资讯带上去，这个错误的政策会造成民不聊生，会造成很多人甚至数万人有可能会失业。8000多家，我再讲一次，总共有8000多家这样子的相关的农产品的失业，小型的，台湾的经济袂当无顾，百姓袂当无饭通食。这是以上，我求求你，本席在这里以议员的身份，以雪茹个人名义，我求求你。好，我能不能补充再说明一下？如果在法令在执行上如果有自爱难行，或者它的规范是真的是在对民众的，就是在它本身哦，他们的权利会受到影响，那我这边是不是我们也请县府的主政单位可以建议中央来修法？那我们审计室是依法令来做查核的部分。哇，你真好，就是这个意思。因为现在你们是主政的，我真的很希望对你们新的团队，对小英的团队，我真的有一种另外一种期待。但是我很相信一件事，我相信他不会是没做事的人，就像如同我对魏县长的同样的想法一样，我非常的期待。但是请不要让我们失望跟绝望，给我们一口饭吃，让我们活下来。以上，谢谢主席台，谢谢、啊、谢谢、啊、请主任坐下啊，请啊，不用了啊啊，感谢谢谢审计部张主任的暑假，请张主任可以申请离席。接下来进行审计划室谢处长报告彰南农业创新园区第四次专案报告。主席、各位议员、各位媒体先生朋友，这次是彰南产业园区第四次专案报告，我是计划处谢尚达。那有关于彰南产业园区的报告，那我们在彰南这个地区大概有98.28公顷，那我前面三次已经在做了整个大列介绍，已经有做这个介绍啊吼。那我今嘛直接来报告，就是讲咱对这个彰南产业管区，咱的规划大概有5个重要议题啦。吼、哦，第一个议题部分就是讲，这个园区的发展
伊个方向甲目标，这是一个我重要议题。第二个呢，是地方人士个意见，甲地方特色个展现，这是第二个议题。第三部分包括区域个选择，甲伊面积个变更。第四部分包括经营主体，啊，甲农民个引进来源。第五部分是永续发展甲一起投入个经费。所以我对这个湾区的规划大概有这五个构面啦。我这部分是甲咱这个当地明道大学来做合作，利用伊在地的力量甲在地的了解，来去了解就我这五个构面来做一个整体的规划。所以讲，我伫前三届报告内底，可能咱真侪议员和我真侪指教，包括咱湾区要安那来设置，做了真好的指导，嘛真侪期待。啊，而且要甲各位议会。议员报告，就是讲，咱对这个园区的规划，我伫这要做一个行政程序上的说明。咱原底对这块地是工业区的边境，即马要来转型做农业的时阵，在行政程序上，咱爱来做一个这个农业园区的可行性评估的报告。送去中央单位，所以讲，阮即摆要做诶，甲明道大学所合作诶，是咧做即个可行性评估诶方案。吼、哦，咱希望咱即个评估方案送中央主管单位，把咱核准了后，咱来积极处理即个规案，来争取中央诶支持。所以讲，伫前三届报告内底，咱议会诶真侪议员诶申请，拢在对即、這个咱真侪指导。啊，伫遮所以讲，我有做即个报告，咱即个目前即个程序，所以讲有。部分的议员对于讲具体的这个内容，我无法度讲得真详细，这是因为即马是一个可行性评估方案要送出进程，会做这个评估尔。啊，所以讲我直接嘛爱简单大致这个方向，嘛再带回来做报告。大概在咱这个分区内底，咱大概会使讲会分做三个部分来去进行啦。第一个部分，我大概就是我咧讲的吼，咱只彰化县的。做米的，然后即蔬果拢做到真好，所以讲有一个有机农业示范专区，咱要来做一个示范专区，有机农业的吼，来使来做这个推广。第二个湾区的，就是讲咱彰化这个所在，花卉、树木、园艺、苗木，这嘛拢真，这个产量拢真好吼，甚至连全国拢是第一的。所以讲咱伫遮要来做这个。嘉子园区，所谓嘉子园区咧，我简单讲啦，即个花卉、园艺、苗木，即拢是一级生产。不过咱若设一个专区了后咧，包括咱的园艺设计、花卉技术、夜间的即、這个夜间的花卉观光，即拢是把即个技术、观光、包装拢起伫即个园区内底。所以讲，我不但结合咱一级的生产，加二级的。加三级的，包括观光加六级来，这是要提高咱这花农、这苗木、这农民的增加收入。啊，第一部分我可能会规划这个，叫做植物工厂啦吼。啊，咱拢知影，伫这个江南这个所在是所谓的黄金廊道地层下陷区啦吼。啊，高铁底下经过，所以讲咧，咱这有必要来去设一个这个植物工厂。吼，啊，过来咧。这个天热的条件内底，咱日照拢真充足吼，所以讲这个植物工厂简单讲，较容易了解就是温室啦。啊，咱种这个杏鲍菇菇类吼，彰化县嘛做了真好，啊嘛真侪人做这个温室的这个水果，包括无花果、番茄。啊，咱来做这部分的植物工厂，面对来架太阳能板，吼啊，依照你的这个农作物的生长的条件，咱来做这个有效的控制。哦，人即马讲吼，所谓的垂直农场啦吼。安尼，才会提高这个生产量，来控制这个水分，控制阳光，控制病虫害，来增加农民的收入。我相信啦，咱政府提供一个上好的投资环境，让咱这少年的想要做农民的，啊，甲原地咧做农民的人，有一个真好的这个投资环境。哦，我相信这是咱政府应该做的责任。哦，我大概做这部分的规划，啊，当然伫这个可行性评估方案上出的进程吼，啊，阮当然。各位议员所提供意见，我们来做一个整合。啊，直接过来讲吼，咱伫这个做这个农业的时阵吼，咱来讲这个真根本的问题，这块地是台糖的，所以讲我嘛积极来甲台糖公司来做一个联系，哦，来做一个沟通，包括讲未来的开放主这个经营主体要安怎开发，是国做诶，还是伊来甲咱合作？啊，不过直接有一个前提吼，彰化县政府未必然是
台湾，不是这个台体，不是这个台糖公司唯一的选择了吼。当然嘛，真济即个学术团体、即个机构嘛，是要来参与。啊，当然带动地方的农业发展是咱政府应该做的工课。啊，咱会朝这个目标来做吼。啊，所以讲，伫现阶段，我相信拄啊，这个新建设嘛来讲啊吼，咱积极进来送出这个集体的这个评估方案，来争取中央的这个经费的支持，啊，来带动咱江南农业的发展吼。以上报告。各委员同仁，针对谢处长的报告内容，有没有其他意见？啊，请那个顾王水华议员发言。恁搁举手一下，无等下又无看到。我才一头第一摆发言，多谢咱苏小台馆长。邱主管，跟议会同仁、媒体记者，大家早安，大家好。乡长，我看你好像并无什么彩色啦。讲都讲过去，害我坐咧就下去，倒咧佫困袂去。你若讲这吼，都是以前人拢是做了佫再做，无发展一新的啦。一百句、一千句啦吼，都是中南要毁杀，安尼就对啦，对无？就是要搁话废做，转来做农的安尼尔啦，你就安尼讲就好啊。但是呢，将来要废转来做农的，对于阮来讲拢无意见啦。但是你甲想讲，这开遐尼真侪钱去吼，这咧讲来做咱在选民捡起来的老干钱来赔人，你会感觉讲有咧滴心肝肺无？是安怎会百万人伫咧甲恁抗议，伫咧甲恁竞咧抗争，什么问题？因为一个政策唔对。比贪污更加厉害啦！馆长，你敢要相信？讲来讲去嘛是做农，这做农的应该是一个前囡仔做到老啊，或老岁也是比你更加熬啊啦！你讲这吼，因拢听袂落去的啦，因为足无容易吼。我都要改造一个江南有一家工业区，这是大家的期待啦。莫影讲大家无爱啦，大家哪敢无爱？恁的李林宏远。煞西规个是安那那拢农事起家吼，全拢变工厂，无法度通去转运工予人，因为做工厂登记，即嘛伫咧叫苦连天，是安怎会安尼做？啊，谢长大，你回答者，是安怎来安尼？伫只立议员报告吼，议员所提问大概我啦结论有两个问题啦吼。第一问题就是这个经费的使用啦吼，啊，伫只立议员报告。对这个土地，咱包括吼土地租金，不管你做啥，租金一定要纳。地上要查过，地上要补偿，这拢是必要的开支啦。吼，啊，甲人做新城的规划，甲这个土地这个分析，这个是必要的开支。未必然讲这个规笔钱，就是讲就是浪费掉，这是不管你做工做农，拢是同款爱做这个开支啦。吼，所以讲这在做一个说明。第二部分嘞，我咧讲工业，我比较。无意来讲，工业较好啊，农业较好，应该讲伫啥物所在做啥上好啦，吼。阿来，咱上好来，我问你，伫花坛，即个分事所头前，五十年前就偏伫迄个咱的工业用地啦，即嘛，遐是做农较好，还是做工业用地较好？请你答我。其实。要回答这个，我无法度一句在你讲农较好啊，工较好，因为爱看实际状况，包括咱。不是啊，实际状况，已经做五十年啊，做五十年啊啦，中原路以东啦，无灌溉沟啦，吼，无水啦，无电啦，所以才会去啊编伫迄个工业区内底啦，不容易五十年来拢穿三脚伫内底啦，即嘛是安怎会当排放死狗症拢无爱共换？焦就开花，为什么？这部分吼，可能较另外阮继续做专业。想靠边啊，陪人袂起袂。是啊，这部分我想讲。人民叫苦连天呐、啊。是。哈，做五十年啊，无咋做。从我开始第一届做议员，我就伫大会就讲啊，什么工业拢爱做，什么恁拢爱去辅导，环保局长。进前毋是伊做的，我著甲讲啊，咱的有毒的物件入来做，伊有入来几斤的材料，泡几斤的水，固定爱回收，咱来用一个回收场。但是服务商赚较少的尔，对无？
伊莫讲水乌白白乌白倒，咱会去共辅导。毋是讲你欠三条，你即马排放许可证无爱互换，你著叫伊面临规场嘛。大陆也无地去，即马嘛无地趁食。馆长安尼敢对？你有政策都无对策，你是要叫人安怎做？你即马去甲看几间？伫顶礼拜乡公所开会，讲迄敢有理？搁续落去，咱县政府开会，县长你安尼嘛唔对呢。甲咱的乡长讲，咱的狗仔即摆大家拢爱穿，伊讲无钱，无钱我伫大会建议，我嘛真感谢你啦。所有的拢有你拢有去穿，即摆已经穿甲花旦，一直穿甲咱的三家村去啊，吼，即拢有穿。讲你县长敲电话吼，阮所有的花旦、乡公所代表、村长拢爱共敲。我来建议，按你就爱卡好因哦，是不是安尼？馆长，请你答复好不？啊，请县长解释一下。啊，主席哈，啊，回答顾王议员的问题，这个详细的细节哈，啊是水资处的啊代理处长该了解。好嘞哦，哎，水资处长你答复。啊，水资处长解释一下。谢谢主席哈，谢谢多谢龚议员哈。咱这个排水的部分吼，当然是咱是有当时也是配合电的发电吼，跟咱经济发展拢来配合来做啦。好啦，我无咧问你发电甲无发电啦，无人要做，伊个乡公所佫无钱。我伫大会甲恁建议，恁已经有请啊，啊有请是啊，着爱佫挂一个名，来互花坛乡公所所有的代表，讲县长敲电话伊。亲亲当时要来绿色，是伊恁乡公所做的，安尼敢投票较济啊？是毋是安尼尔啦？诶，家己完报告吼，其实咱这个排水要做吼，其实咱去会勘只是讲甲地方做一个报告啦吼。报告讲咱这个排水的迄个工程吼，要安怎进行？啊，那后壁要安怎来做？我照伊原到即阵，你要去会勘，毋要甲叫破病。我到后壁较细汉。我袂安尼啦，欸，绝对会尊重伊。啊，袂安尼，无啥，我建议你着叫别人去看。啊，别人建议你，要叫伊看。啥啦？也是爱像阮花坛乡公所的公务员骗来，着将我欺骗。因为我有这个现象吼，我来改进安尼吼，原歹势。有无啦？改变用改进，有安尼做无？互乡公所代表员加量者，大家拢可以做诶。过分到这款过分哩！用你到这阵花坛所有的工厂大细项，你毋捌叫人绿色来看？你还佫讲地方拢爱叫人来看？啥呐？花坛村一个无存在啊！较差不多嘞，我甲你讲。咱爱甲乡规大乡公所报告，做议员都毋免做啊啦！啊，逐天我记啊出来，恁的预算偌济，恁开偌济，无钱啊！我敢是恁代表咧拍算的哦。应该吼、哦、对是了做的，你着应该安怎发文，毋免遮功夫啦，放屁着搁出五啦。这常人甲恁讲过，你咱管路都是公所管，常咧甲公所报告，即摆是。公所报告人才会用啊！你这，你可能咧，甲馆长咪即种无？公所是馆长管的，啊，佮你即过去林议员讲过啊，恁定做工过吼，拢着是甲代表报告。啊，这议员算啥物？你即摆是改代表咧质询吗？无恁后摆改公所，恁个处长来去用质询啊？恁若爱恁老。你个心皮全落海啦！啊，无即回向，我只想讲，甲你后下电球拢甲你舞掉，我甲你讲，你唔从这你来试看卖，我甲你舞进，甲你舞二三，野人伤够。当时，当时，甲有对一条，你要去砍走对条甲布，对一条叫我去看，有无？我你讲，看对一个单位有叫我去看无？你像咧挂样咧，落去咧穿黑蓝衫，大家拢穿清楚，规大群，破上网拢恁做诶，啊，阮做议员毋只困去，你无咧监督，万一发行？有无？你对一间啊报告，参一张公文都无，
议员家己报告啦吼，咱议员建议的案件吼，绝对会尊重议员吼，啊，绝对会参与去会勘的，吼啊，真正进前也做到无好势的情形下，阮这边会检讨来改进，吼，不过当然是，咱先把议员的疏忽啦，吼，歹势。即摆议员问讲，你较注重代表啊，较注重议员？议员啊，吼，一定是注重议员的。拍马屁拍到这款型的。议员绝对是注重议员吼，啊，绝对是尊重议员的迄个看法，甲议员的建议。你无爱做，人就捡来做。你著公平就好，有做就好，吼、哦。咱嘛无咧计较讲啥物人做诶。你毋是，你苦山苦海，啊，互去诶人为难，讲啊，你甲看，阮无来都袂使，啊，即为难，你承办诶嘛足为难诶。啊，即平级古黄水，我著你建议诶。伊也会安尼，即个嘛咧讲许我做，即个嘛讲我做诶，你甲想看卖。讲代表的人嘛有讲啦，啊，昨昏馆长才敲我尔啦，讲吼，明仔载要来参，要来遮吼看个现场啦，吼，带一撮个人伫滴，我坐去讲啊，馆长当时来，唔是啦，听唔对啦，馆长是要去看人个迄水放去个啦，你啊看馆长，看你个名声是偌好咧，你去就摆两摆，拢咧甲你迎接啦，比你代表干拢唔免做吗？做物件都爱去请功。我跟你讲，你这一个主管台吼，都爱较吃不得了。我跟你讲，我招聘若无招，我要怎安尼招招呢？我跟你讲，你请坐。来，处长，你想你的报告跩问题吼，是无真重要啦。你是讲吼，前下馆长做的，你无要甲切尻川安尼尔啦。只要有这江南这地的竞争这么正大啦，啊，若无你这做这第四遍。甲第五遍、甲第十遍，你愈做吼，愈讲无落来啦。因为你讲去的过去都拢讲了，嘛无啥物通讲啊啦。啊，种的嘛，咱彰化县生产嘛是种跩物件尔啦，对无？这管理安尼的关系尔啦。所以讲会叫你搁做，你着人讲啊啦，嘴水若好，毋免做甲倒；嘴水若歹，人讲会做的大家真清闲啦，袂做的大家咧困灶前啦。你若像你咧今日报告安，我搁叫你做第五遍，你敢要搁做？对无，都安尼尔，你都正实讲，你讲吼都无法度吼。江南这块地就是要来改回变回转来做农的，就是安尼尔嘛。但是安怎，这个问题在倒，就是讲钱要赔人，唔知伫倒位倒摕安尼尔啦，是不是安尼？无你都影，这做田的，那伊咱咧讲起来，阮内行你足多的啦，阮内行你足多的啦。所以讲吼，你咧讲要做有机，要做啥吼，迄本钱真粗啦。不是凊彩人有法度通做个啦，要种个菜开，爱搁看啥物时阵种有机个才会起来啦。唔是你想要种啥，就有法度通种啥啦。哦，啊，若讲唔相信，无你用十个桶啊来种，咱两个再来比赛试看嘛。免做这第五遍甲第四遍。哦，啊，互你改进啦。我个人，卖叫你搁做，别人我就唔知啊啦。哦，啊，所以讲到这安尼就好啦。啊，希望馆长。你会重视讲，阮花坛从原路以东所有的排放许可证哦，应该你也去了解。第一，我唔是为着厂商讲，我开放啊排咧要来共什么款好处，才替因讲话。你爱甲了解讲，因会无法度会做的问题伫倒，因做的什么款有毒，因爱安怎，你爱安怎甲辅导，唔是即马叫伊讲。才买台机器来，讲要百外万，就指定厂商哦。安尼敢无白标？安尼敢无违规？指定叫人去人指定这台买落要百外万，乡长啊！啊，这百外万落安尼，阮即摆安落安尼做钱袂？迄我无法度甲你保证哦。安尼是做囡仔爱爱乎伊，还是爱爱乎厂商？你甲看，叠工叠出来。就这手上是人叠到实在足功夫的功夫啦，哦，这是无应该啦，已经都设落啊，吼、哦，嘛唔是像江南讲，都才干了变更尔，还袂做，迄已经做过了十年啊，恁还佫为着你安尼，反正唔是讲乡长做就袂排着你咧，原来会排着你啦，对无？打牌问题，打牌有啥问题？遐无也无打牌，我也无灌溉沟，也无半行，哪有打牌？无打牌啊，所以讲吼、哦，请馆长你会重视，好不好？我叫你做啦，你较安尼尔尔啦，吼，以上。感谢郭议员，继续，拄仔有新闻，甲旧新闻，甲
为了你争议员刘锦昌甲涂淑梅安尼尔嘛吼，好安尼，写得甲真好，请叶丽珍议员发言。多谢副议长，五十二号发言，针对樟南产业园区吼，要来甲咱的谢处长请教。谢处长，请问吼，你读啥哈？我读企业管理、公共行政、社会学。啊，进前伫倒咧服务？彰化县政府。进前啦。进前伫台中科技大学。哦，伫学校的，对对对，学术单位啦吼。是。啊，你拄只讲这樟南产业园区，你有甲地方人士啊，甲学术界来尊重过？啊，借问你，地方人士是啥？你跟谁沟通过？包括代表、村里长啊，甲一挂农民，吼、哦，啊，社区理事长，吼、哦，啊，大学这部分包括南华大学陈教授啊，包括明道大学设计学院跟这个经济学系的学。这个都拢有啦，真侪啦，是。啊，你会议记录再给我看，好不好？这一定会议记录啊。有诶拜访我都无会议记录啊。啊，拜访安尼，安尼敢有准绳？安尼有做尊重地方人士哦。因为这部分是委托伫明道大学啊。啊，彰南遮议员，你用代表有啊？议员有哦，啊，阮议长有无？有没有？你捌去甲请教，去甲？请教去给请议过，捌无？这部分我是甲明道大学合作的，所以讲无法度我家己一个行得到。啊，你上基本的拄只人迄水族处长嘛讲过，他注重的是议员。啊，你议员吼，毕竟伫地方拢有民意基础，伊对地方的地缘甲文化嘛较清楚，对唔对？是。啊，你要规划一个樟南农业产业园区。你是安怎唔免去甲地方遮个民意代表交换意见，听出因对地方个建言？人讲三个臭皮匠嘛胜过一个诸葛亮，啊你遮拢无？啊你是目中敢无这议会存在？这部分我会阁持续阁加强。你我看你这报告内底，说真的了无新意啦。你拄只强调讲跟学术、跟地方人士沟通，根本你就空口说白话嘛。上届。直接的民意代表就是议员嘛，啊，南疆佫主要佫溪州哩啊，迄溪州地区是阮议长的所在地呢，啊，你上咧上基本的你都无共尊重，啊，你是要规划啥物会，啊，佫来，即甲你所读的嘛拢无共啊，对唔对？无共无要紧，只要你有心，倾听人的意见，也可以做出很完整的计划。但是先前作业你敢有做到？无啊！我看这本是用你家己意思学白捏出来啊！啊，我问你啦，你认为我们这个樟南农业创新园区做得行未？你认为做得行未？我相信事在人为啦。啊，地方有这个条件跟期待，中央我来争取支持，我相信我会去努力。不是行就白行嘛，啊，万一也白行，要安怎？这我讲哦，土地来种，彰化县是无遐侪年的青春通好哦，你来体验，你敢知？顶厝的这个工业区，我讲过，历任这么多年，历任这么多任的县长，核定了、拍板定案了，甲你的手头，你甲废掉，废掉。啊，我请问你，无要紧，你讲过一句话，我甲你认同，你袂当讲是农较好，还是工较好，因为爱看所在。这句是对的，啊！我请问你，你伫你溪州这地是做农口啊，做工口？你上尾有对照表出来啊？对无？是。啊，对照表出来啊！啊，你若感觉讲，哎，做农较好，比较有说服力。做农会当带动咱农业、咱的经济、咱的营收、咱的产值，比做工业区比较起来，会当带动咱彰化的经济，安尼比较有说服力。但是，我相信吼，做农业园区比工业比较起来，一定是工业对彰化县的经济较有帮助啦。这点你有认同无？有无？你若要讲产值来讲，当然这袂使相提并论。但是咱伫一个经济发展，其他的价值咱来看伫内底，包括生态环境，包括你要辅导农业，你嘛无一定讲爱伫只做一个产业园区啊。你会当借农业政策来个发扬光大啊，去落实到农民的身上啊，来个辅导，来个教育，来个
提升伊的技术啦、啊，来个做伊平台，做伊行销啊，这拢是真真正正才好着照顾着农民啊。你做一个产业园区，讲一句歹听嘞，敢真正对农民有帮衬？敢真正对农民有帮衬？搁请教你，你精心的这个工业园区到目前的进度怎么样？善后的进度目前处理到什么阶段？好，伫这来给阮报告吼，这伫旧年四月已经终止开发计划啊嘛吼，啊，即马甲迄个甲厂商嘛来解约啊，吼啊，应当厂商先期支付的费用嘛已经支出一部分啊，啊，所以讲啊，佫一部分是4600万，因为伫这个追加预算内底，今年都100-105年并无通过。哦，所以讲啊，佫有一部分的即个尾款，即个开发项目的即个项目，要袂佮即个厂商结算。好，啊，即个赔偿即个预算还袂通过，啊，若一直无通过怎么办？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若讲即个善后问题都处理完了的时候，报中央，中央来纠正讲你们这样是错的，到时候你怎么面对我们整个彰化县民？直接来给阮报告吼。这个这个责任谁负？谁负？要问一下，谁要负？身在公家服务啦，那在行政定数上、行政规定上有浪费或是怠惰，应当负责任的人会去负责任。啊，你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无？好，我讲过这个问题都有可能发生哦。是。好，搁后续的问题。你这彰南农业创新园区上中央，如果若无核准呢？无核准，当然无核准，中央就无支持我这个计划。这个土地是台糖的，当然是台糖一看伊边使用，那是伊的呀、啊。这个安尼就是错误的政策嘛？啊，安尼要安怎向中央国民交代？有可能吗？你认为有可能无？我认为有可能。安怎讲？因为即马无论生意人嘛好，无论企业界嘛好，无论中央嘛好。已经对咱彰化县政府无信心吗？啊，你彰化县政府安尼明明真正话要争取事，争取到我好你讲好不要你做的时阵，换你煞唔做。啊，即马换你要搁负责，想要转，或者讲换要做农业，啊，农业伊若比较分析起来，感觉讲无适合，那唔准的，啊，你放嘛三输呢？前输后，中输后嘛输，搁煞时间搁互你浪费掉去，那怎么办？你们这个问题都没有思考过，所以说真的啦，你应该爱在其位谋其政，爱付出你的智慧跟良知，来向咱的县长提出正面的建议，做出上好的决策，对咱彰化县看是做什么方向方向，对咱彰化县的县民叫铁心，对咱产值，对咱经济叫做带动。阿念唔只对，你即马伫遮说真的都是浪费时间、浪费公帑，而且也浪费时间。阿妈对不起咱彰化县的县民啦，你不要以少数人意见为意见。你讲过，你有甲地方人士沟通，有甲什么学术界沟通，交换意见，听出因的意见。我甲你拄只甲你问起来都无嘛，完全没有嘛。你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能够制定出什么样的好的政策呢？本席高度存疑。所以吼，红坑红坑啦，说真的啦，您身人在宫门好修行啦，你有这个地位，有这个能力，叫到这个位，应该要对自己负责，莫讲对咱的百姓负责，要拿出最好的、正确的方向，安尼唔则是真正帮助咱的县府，帮助咱的县民，帮助咱的县长的施政。唔只好，就让咱的政策会当顺势来推动。啊，若无定只政策摇摆不定吼，中央对咱嘛无信心啦。啊，百姓对咱吼来讲吼，真正嘛是无寄望啦，嘛是对百姓来讲嘛是足大伤害啦。我希望，我相信恁，我讲这话恁拢听得起啦。但是恁有恁的苦衷，我了解。但是悬崖勒马啦，犹未晚啦。唔通吼，行落去吼，结果发现讲这条路搁错误，到时候真的历史会记上一笔的。啊，到时阵吼，讲真的，人讲盖棺论定啦，
才知影讲到时啥物人对彰化县有帮助，啥物人是妨害彰化县的这个进步、甲繁荣、甲发展。所以伫遮嘛，要奉劝各位局处，咱吼说真的，制度、体制跟尊重，大家都应该要遵守。这道面，咱县政府甲乡镇公所的关系，就是上级对下级嘛，对不对？啊，你讲甲民意代表，你讲正较大，总统上大啦。但是时代不同款啦哦，总统上大，伊若做唔对来讲，嘛是逐工红骂呢。所以吼、哦，要适度的尊重啦。你不管讲你乡镇公所有啥物代志，要向咱县政府来争取的时阵，要先甲各局处来请教，讲哎、欸，我这個，比如讲我到一个乡镇，我要推出啥物啊工课，我要安怎做，向相关局处请教相关法令，看可行性如何。如果可行性还 OK 的话，你只好提出初步计划，再要县长来甲县长报告，讲我伫我的乡镇想要推出啥物政策，请县长给我支持，安尼毋才对，不要本末倒置啊！乡镇吼是咱的下级单位啊，但是伫遮嘛，本身嘛要建议咱的县政府资源分配要公平啦、啊，资源分配真的要公。要公平啦，县长，你有认同无？彰化县每一个乡镇拢是你的管辖嘛，对不对？拢是你所爱负责、甲辅导、甲你爱推动的乡镇嘛。我们不要分哪一个乡镇，不要分哪一个乡市、乡镇市，拢同款。啊，希望讲咱各局处啊，谢昌达，你也辛苦了啦，一个报告写四遍。如果拄只顾黄议员讲，那个叫伊写第五遍、第六遍，我看嘛内容拢差不多啦。直接本身阁语重心长的奉劝你们一句：审慎评估，悬崖勒马，做出最适当的政策推动，才有得真正带动咱彰化县，才有得真正帮助咱的县长甲伊施政，做甲予咱的百姓有感。县长，希望你能够。把我们各局处的局处长都约束的好势，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让我们彰化县的咱所有乡亲感受到我们真的是一个进步的、有理想的一个县市。以上。谢谢议员指导。接下来请廖锦昌议员发言。感谢主席、魏县长。以及县府各局处哈，以及主管，以及我们议员同仁哈，还有媒体先生小姐哈，五号刘锦昌第一次发言哈。处长，有阵时吼，我讲你徛起遐是足委屈的。我今日再要来进前吼，惊拖真济，但是我特别吼利用二十分的时间，因为你很用心写这一本哈，那个很辛苦啦。但是吼，诚如大多啊。咱辜煌议员以及叶议员讲的吼，做得很精彩，很丰富吼，但是实际上吼了无新趣，因为咧，本来这碗米糕是用碗底，你即摆吼甲刷来较大盘，用盘底，但是你摆盘吼，遐个青菜啦、人参啦、刺瓜啊，摆甲真好看。我一直讲哈，过去去前任的县长哈，左县长任内，我相信这个彰南产业园区哈，嘛是经过议会审议，包含医生嘛是议会通过。但是魏县长哈，他为了实行一些竞选支票，彰北工业、彰南农业。但是我跟你讲，彰北要做工业，彰南要做农业，不是咱县府决定的，这是有区域性的啦。尤其是吼，刚刚两位议员讲的，已经开啊侪钱啊，就是为了卓县长允诺少数人。哦，恁讲好听是讲，因为环保意识抬头，来污染嘛，是不是？但是会污染袂污染吼，是咱县政府决定的啦。
如果这个灾难产业园区继续推动的话，我相信反正这阵已经落成啊，也招商了，嘛造就咱彰南地区在年轻青年学子哈就业机会。但是都是因为魏县长的一句话，在104年哈5月15日，他就跟中子契约了。啊，你现在用一个彰南农业创新园区，其实最主要目的就是被掩饰这错误政策的决定。我顶回议会给我讲，一分田吼，造就就业机会2至3人。但是如果一分田，咱讲诶，做传统产业的话，可以造就30至50人的就业机会。我讲中南地区吼已经足可怜啦，人口很严重的外移。顶一届吼，阮田中区都已经减10席啊，本来50席，因为人口数减少，所以剩4席。那照目前进度吼，真紧，1807年吼，二林区本来50席，买剩4席，为虾米？人口数减少，啊，啥人人口数减少？人口外移嘛，啊，人口外移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没有就业机会，无头路他家，无工课做啊。这少年呢，就不得不要离乡背井，去外乡地，甚至去外县市就业。所以人口数一直减少。所以讲1807年，二林区嘛剩40余万，这些走去倒，走去何必？将来嘛可能报道库嘛阁减一些。啊、叫这进度啦！你们都已经偏重彰北区啊，彰南区变成孤儿。我说哈、哦，县长一直在一些社会福利政策，一直要说照顾老人福利。我讲县长，你推出很多的老人社会福利啦，什么369啦，哦啊1000块乘车免费啦，满口假牙。但是我跟你讲。现在老会员吼无感，为什么无感？加2年级，加20几年出，30几年出，现在老会员吼，其实他们都不缺钱，伊是加台湾铁有过去刻苦耐劳吼，勤俭打拼，所以伊拢有存一寡老本。因欠的欠啥？他们缺少家人，缺少亲人，欠家己孙仔陪伴。现在庄脚吼，少年拢出外去啊，拢剩老伙啊。尤其是阮这民意代表吼，我讲去走基层的，咱讲的亲身的感受，那拄到一寡伤痛吼，迄老伙啊死唔人知，死无人知的啦，死甲尸体拢烂去，为虾米？遐惊伊孙仔拢出外，无人陪伴。所以你做这么多社会福利政策，这少年老袂掉，无效。如果你能够创造南彰南地区这庄脚所在就业机会，这少年也留会住，厝的时代都有人照顾，都袂讲吼死去那几礼拜也无人知。哦，我所以说你做这么社会福利政策吼，让这些老伙仔无感。所以讲，当初两位议员嘛去讲啊，改朝换代吼，咱讲的政党轮替，我认为。是好事，因为呢可以减少一些弊端的延伸。但是前朝所正确的施政建案，必须要延续性，不是说一个官长起来，你一个人就可以把它决定掉。因为呢赔钱的吼，不是赔你个人的。当初谢处长讲的，政治人物要承担。我请问，那这赔这一外，魏县长要付出吗？你有法度承担吗？没有办法承担，到时候还是全民买单嘛。啊，就当初叶议员所讲的，你有确定？有确定我都做无？处长，确定我都做无？这是个计划进行，当然，阮有可行性评估案，这中央会看咱实际上的地方发展，也来咱做一个评估。你计划嘛还未算，还未上嘛？是。如果照你这个进度哈，要到完成哈，可能要2任的。
县长两任的任期呢才能够完成。如果按今天议会给你决定了，我老公魏县长很认真做，照理要连任，照理要连任。如果拿拍文无连任呢，下一任的县长起来又把他翻案了，又翻案了，又把你改回来，又去产业园区嘞，啊，这钱吃不了。所以我是说，一个好的政策哈，要延续性，不是说要改就改，朝夕令改哈，我讲。将民众吼，人讲个唔知咩来去侍从，所以我是希望说处长吼，同阮像咱回这样讲个，你搁上五届，搁上六届、七届、八届、至十届，还是一样啦。因为啦，同款是一碗米糕呢，只是你盘改较大碗、较大盘呢。好，我希望说处长还是要审慎倾听地方基层的民意的需求，彰兰地区吼需要县府大力支持。那讲人口才不会外移，啊无将来吼，所有议员拢走来上班啊，将来议员都拢无去。好，处长，谢谢。谢谢议员对咱彰化经济发展的指导，谢谢。继续请涂淑梅议员发言。啊，谢谢高和哈发言，啊，咱的主席哈，甲咱的一级主管，啊，甲咱的议会，咱这同仁，甲记者媒体小姐先生哈。第一个发言，刚刚我很仔细的听谢处长在讲的，你像这样子的规划，你所讲的概念都非常好。按哥，你重点讲一下，中央不知道会不会核准我们，台东是不是会跟咱合作？这拢没有确定性嘛？啊，你写的这么多，没有确定性，唔知会做未做，唔知影，啊无。有时候想一想说你用了这么多的心思在这里，结果台东不知道要跟我们合作了，中央不知道要支持了，啊，不然就是让赶快是台东的土地啊，97%，水利会2.025%，彰化县政府较0.7%，你用那么多心在这里，那都无效啊啦，所以讲吼。那管定所讲的南农业、北工业，你也是爱遵守的中央的旨意哦。咱的小英总统来到阮中环部讲的田园生产聚落，我们北部重工业，把咱这地做好好，咱你做到这尼啊多，做世界报告都。不一定会做得成啦，中央嘛无一定甲你支持啦，所以讲吼，田园生产聚落确实咱今麦施政的重点啦。来讲诶，县长啊，咱的总统要送予咱彰化县这个大饼，咱这个大饼食会落去无？都爱看你呢。哦，田园生产聚落，吼、哦，这是咱做全国示范区。我伫五月伫咧质询的时阵，我嘛甲你讲，吼、哦。田园生产聚落对阮电饭煲这个水五金真正是足大足大的帮忙，哦，这个才是重点。而且中央嘛支持落来，阮电饭煲水五金这七区的这个特定区，要伫三个月内，特别要完，特别要审过，特别要完成，要该缺失的、该改进的、该缴回馈金的50%的回馈金，增加我们国库真的是收益多多呢。啊，不过。中央即马又搁要甲咱出难题咯。一般的即个工业用地边的绿带是1.5米，如果是工业区毗邻的，它的绿带是3米。结果中央甲阮规定讲，恁这单独变更的吼，绿带要10米，合理吗？县长啊，爱去甲阮争取啊，为什么人1.5米、3米就可以，就爱？叫阮遮单独变更呢，都爱10米，10米你知影？阵啊一块四四方方的，一块工业用地两角来讲，其他10米切掉，剩偌济？占地比扣掉要剩下多少？剩超一角，一角要做工厂，够吗？哪讲的？拄啊刘议员咧讲的，一分田会当饲三个人，阮这一分地。阮顶番报，我公开，阮会当饲十户人家，饲30人，30个人呢。你看，这要变成小型工业区，能够养活多少人？
阮遮个工厂个员工拢100人以上个，才有法度符合讲即个两家以上个变。所以讲，拜托馆长要跟他们建议。还有另外一个，田园生产聚落，即、這个水务金专区，阮水务金迄边甲咱提出即个1450家。当然，中央他说这么大的区域不可以。我马上哦，咱个建设处定一份图，这是符合我们地方的需求的一份图。我希望你能够上呈到中央。啊，而且我嘛要阁甲您建议，如果什么法规都按照中央的法规走，如果什么法规都没有办法去突破，比如说它的绿带要1.5米，阮伊讲阮顶番部即马所有工程就对啦，要1.5米，大家工程较较痛啦。为什么要浪费人力跟物力？啊，甲好好的工程，该当拆西拆，才有法度符合你们的规定。换一句话说，一般的变更，它的公设比例是30%，15%是道路甲水沟，15%是绿地。我在这里，我嘛甲管政府、甲管长的建议，如果这个绿地能够换算为20%，我们都可以接受。哦，咱常常去外国。去佚佗，咱定看讲，人个厝头前拢安尼绿棉花用甲足水个。我相信这个也是符合我们田园生产聚落的概念。如果这个法规如果没办法突破，讲到迄落无采小英，得送予咱彰化县即块全国示范区。馆长啊，是毋是发表你一下意见嘞？是不是可以替我们来争取，替我们彰化县民北工业、南农业来争取？县长，你起来解释一下。好，谢谢哈、主席啊，回答啊土远的问题。这个田园市啊，生产这个专区啊，哈，其实我们彰化县政府啊，对于这个林登的工厂，我们已经划定了32个区块，这是全国最大的，数量最多的。我们目前已经送到内政部了，这个细节啊，哈，建设处的处长他比较了解。那有七个区块，有七个区块是在我们啊这个电环保区的附近，哈。那刚刚你讲到这个绿带的部分啊，既然说10米真的很不合理，那我们会将业者的他的反应啊，我们会直接跟中央来跟他带有反应哈，那我们是真的要来解决，我们希望能够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够就地合法。那就地合法当然一定要有公平正义的原则，就是要有回馈的机制，不然的话对合法的业者这样不公平。对啊，馆长啊，回馈也公告地价的50%，我没有意见，但是这个绿带真的有很大的争议。好，这个部分呢，哈，我们站在我们地方政府，我们会为这个业者哈向中央来发声，这样发声啊，无这关于公盖的，我们临时工厂登记证都没有这样子的规定，你即马伫即区内底，你要完全隔离带，真的非常有困难。如果能够变相的哈用20%的绿地来取代的话，我相信会更符合我们地方的需求跟。我们的联合公司田园市的生产聚落，哈、哦，来感谢馆长，建设处处长，哈、哦，我嘛希望讲你能够确实做好我们地方跟中央的沟通桥梁，把阮地方的需求，把阮地方所要求、所愿望的这个需求，把它送到中央，还有农业处处长，农业处，哦，黄处长，你听好哈，恁迄工。在8月31号迄天咧开会时阵，你不在现场，恁的主办的有伫现场，我不知道科长在不在现场。一直甲开会，甲中央、甲阮遐业者讲，3个月内我根本没办法做好啊，三个月做未来，3个月无法度。处长啊，无法度，主办无法度，你要不要加派人力改资源？我搁在底下搁甲你问，中央要求你3个月完成，农业处处长，你们办得来吗？
赶快做成三个月我都有办无？符合中央的要求。我们会全力来配合。全力配合。全力配合。啊，你的主办呢？干那一个人尔，人手不够，你要怎么样来支援他？不是讲你一句讲，你全力配合，下底的人要安怎？伊都无够人力，你要哪个支援？不是你上面说的事呢，你要看你主办的是不是能够做得来呢？怎么样？我们再安排人力来协助。一定要达到我们中央所要求的三个月。安尼，咱彰化县要争取什么，唔敢有，嘛甲袂予县长落去，会使无？你要予县长民主无？会使啊，所以讲吼，请你的主办吼，不要再在大会，因为以后要阁办的会，会阁一而再，再而三。也一直在办下去，9月20号又要开会了，哦，接下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开会，马上密集一直在开会。如果你的主办一直在讲这样的话，我改讲，真正引起很大的公愤。来，医兄，谢谢。啊，继续请张春良议员发言。主席，啊，迄个馆长，啊，各处局处处长。啊，个咱一言同仁，啊，个咱计划处处长，啊，计划处长，我迄落吼，咱的农业吼，因为自我祖先做较大啦，吼，做到即阵嘛是不怎样，政府干了尴尬，意思说吼，讲要甲农业提升，要甲农业提升吼，啊，到尾嘛是拢无啦，哦，啊，你甲看咱的政府的政策，二零工。二零金密园区才做个几阵安怎？遐钱落来拢了去啦，吼、哦！啊，咱的农业足简单嘞，自我的祖先自我出世会捌。阮阿公阿妈就讲，我种菜拢会最阴湿，这基本的，几啊地人种在咧修啊，恁有解决无？咱的排水好个安怎？后农田排水。后市区排水，后区的排水，三粒鱼仔头在在灌。以我所知影，我的区域内，吼，溪湖、波岩、波心、波心、波心排水，甲淡水处排水，吼、哦，落无三滴雨，离我西北湖较大咧，规个水拢袂退，啊！我请教啦，主任啊。你要安怎改善农业？什么金子农业？我是拢白听啦。哦，啊，咱早期的水，你甲看，啊，搁保盐，哦，遐又排水，晒死油，哦，天性就皮卡，这拢落无三滴雨，根本伊要种水果嘛，袂种的，种了就死啊，浸水就浸死啊。哦，啊，咱的水沟早期是水稻。会使浸一礼拜的水，咱的歌曲迄阵在设计是啥一礼拜，才会退水。即阵时代变迁呐，你敢讲特别精致农业？啊，即阵嘞，水果你歌曲你有全部全面的更改无？哦，你水果无都全面更改，照你讲，你爱先第，你要精致农业可以，要甲农业用个好势，吼、哦，给农民吼、哦、找出路，这我认同哦。啊，最基本你嘛，上无你爱基层开始做啊，叫专业来甲所有的排水系统拢定规划过，应该水资源主要有记录。咱彰化县才有车落雨落几公里，倒一个地区落几公里，车子落偌济，应该有记录。叫专业先来规划，规划所有排水系统先好。吼、哦，啊，咱唔再来讲精致农业，无你是要哪敢来讲精致农业？我认安尼无意义啦，吼、哦，啊，就是讲要做是真好啦，啊，尤其搁啥，啥做精致农业，迄个做骗笑，无可能有精致农业啦，干呐讲一个足简单就好，即届就好啦，最近这两三个月啦，遐个百姓，阮这边，阮埔心这边遮，种老叶啊，分两个埔老叶啊，大冬花莲做风台，老叶啊透死了了。去洪台吹了了，啊吹了了，不干咱这边有尔。
向阳跳到一斤千三块，无夸张一斤五十六十。咱政府也无得，也无得认同讲百姓食槟榔，只能叫百姓卖食槟榔。是安怎咱的政府阁进口老鱼入来，甲百姓弄个计小放落去？恁讲要创精致农业，就创个好计，好计阁叫遐财团阁进口入来弄，回遐财团赚钱嘛？哦，啊，咱的菜是安内袂好计，都咱的猪肉是安内袂好计，咱的水果是安内袂好计。这不是咱彰化县各县的代，咱彰化县的代志啦。这是全台湾省，咱的政府中央去统筹。你桃园适合种啥？吼、哦，咱彰化适合种啥？东区适合种啥？西区适合种啥？会使适合种各类菜，整个平均分配来种种植来控制量，计数就袂帮农民就赚有食。你才讲好啊！你讲什么树栽有诶无诶啊？树栽来，我讲我听，种落保养有种无？嘛，玻璃有种无？毋是咱彰化县尔，吼、哦。啊，至于我感觉这精致农业吼，什么彰南科学园区，真正不如吼，甲咱台中改良场吼，增加技术人员吼，回遐农民去遐询问伊诶土地诶。土壤有啥物问题？啊，伊的水果伊发生毛病啥情形？吼、哦，啊，回应来个辅导。我感觉有大量，迄个大量改良场，回转迄个大量改，迄个大川大量，迄个大量改良场，等到请一寡较专业的技术去遐辅导就好啊。哦，啊，所以我感觉咱农业这地是一定排水。啊，你只讲好来要往事，要大往事，我再甲你讲啦。这已经室内吼未做滴啦。是安怎讲？天气太热个啦，即较早搭往室内吼，一年冬天拢会使种，即阵无大，即一年种才四五个尔。是安怎讲？天气太热嘞，咱个农产品种伫内底拢袂大啦，死掉个啦，因为太热个啊，啊无你着牵冷气啊，牵冷气敢会好袂好啊？哦，我是感觉，主张你要三思一下吼，啊，甲咱个。农业甲咱的农民生意已经几啊地人休讲排水问题拢还未处理，哦，无咋种植，哦，啊，才先甲处理，啊，咱才过来进一步来讲，啊，莫讲未学白就要来用学行，哦，干那做表面的好看无效啦，哦，爱实际，哦，啊，甲全国恁来去中央讨论。哦，咱的农业处啊，啥，看倒一单位去讨论，所有的全国要种的蔬菜比例，莫有超过，爱统筹。水果倒位要种啥物水果，莫讲一窝蜂拢种落去。你啊，一窝蜂拢种落去，你按照啥物精致农业、啥物科学农业园区，啥物拢无效，下半天种地拢无效啦。哦，这麻烦你处长，我来建议一下啦。哦，谢谢。谢谢宜湾记者，谢谢。继续请张雪刘议员发言。好，感谢主席台。张雪茹第二次发言。哎呀，你知道啊？我看到这一本，你知道我上面干什么吗？我选举选了五次哦，所有的计划看到不下几十次吧，经历过几个县长吧。这是我看过最厚的一本计划书。我看到这一本，我只有最薄了哈。这是看谁？这本在我看起来，整个翻下来这几次的看四次的结果，专案报告四次的结果，本身刚来，但跟你讲一行，在想啥呢？就谢昌达，你甲我讲，哎呦，雪茹，我要娶某啊！我哦，我聘金嘛传好啊，我办桌嘛传好啊，啊，我手机嘛买好啊，媒人嘛找好啊，倒一间拢订好啊！我哎呦，恭喜哦，恭喜哦！啊，你拢全拢传好啊！啊，这门是倒一间的姑娘啊，啊都啊未熟识，都隔壁迄个。你让我的感觉就是这样，而且在我的感觉，我希望哈、哦、处长，你是一个教授，我们议员也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大选过来突来，在座所有的一级主管，绝对都是人中之龙，今天才能够站在这里，大家绝对都不是泛之辈，想必都经过大风大浪，也都超过四五十岁了。
都已经到不惑的年龄了。处长，这本给我看起来，他就像在演一本歌仔戏，左看右看，前看后看，我都不认为这是一个会成的案子。好，但是我跟你同乡，我也愿意去相信你，我愿意用眼睛看。但是我还是跟你讲，你这案子办会成，本色办都请你，办不成你办都请我，我们来一个打赌，好不好？可以吗？你这若办会成，本色捐出一个月的薪水，捐给刘龙汉做过年的千人响应皆有围炉一个月薪水哦。这案你若年底以前办不成，你捐出你一个月薪水，咱来做善事，上少还够有一人做善事，好唔好？因为其实好唔好？好，无唔对。好，安尼个加油，来停。咱两不爱，我足爱人，足爱烧钱，我足爱烧书的。但是我跟你讲，本身喊你输，如果我输了，我谢谢你给我机会做功德；如果我赢了，你输了，我谢谢你给我机会做功德。我代表那些流浪汉，谢谢你。再来，本席愿意假设机会给你是成立的，好，你会有机会成功哦，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好案子，我必须佩服佩服。好，再来，农牧用地使用。这个案子你推出来的时候，审计是还没有发这一个函号进来。那个地政处注意一下，那个函号今天要给我，审计是发给你那个文，那个函号今天要那个传到我服务处，可以吗？审计是已经对农牧用地这么的用了，税捐处还是税捐处在哪里？你们税一样会照收对吧？点头了嘛哈。社会照收嘛，地上物的也会照收，房屋税也会照收嘛，对不对？也会让他合法去做农舍嘛，也会让他合法去生产农作物嘛，对不对？水照收嘛，对不对？对不对？对，好，来，地政处我先搞，您罚款会照收无？会照罚无？你站起来倒，你站起来倒，你站起来倒，你敢用顶头跟海头倒？会不会造法？要来那个来税捐处站起来，你们会照收税对吧？你们会照罚对吧？对，如此之矛盾，你这个园区再设下去，你知道有多少人一样税照缴照罚？你认为他们会有利可图吗？你认为？两位处长，请坐下。啊，不好意思，处长请坐下。这就是什么政策矛盾？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立法委员，我不懂。但是我只知道怪。我相信主席台你也感到很怪吧？这样的案子接下来会有8000件发生。我相信所有的议员，在今年的二月份开始，105年2月18号审计室发这个文下来，其实他对彰化县的农业，它是一个大的震撼弹。我希望主席台必须好再来。那个昌大兄，如果这个案子成了，所有的罚款、税金是你缴吗？不要税金，不要你缴。如果因为这个案子成了，所有的人在这里生产的农业，包括花卉，包括什么？来，我只请教一件事，一件事就好。他的罚款是你缴吗？好，底下的议员报告，这多好有一个比较曲折的所在，就是讲东车时代编定做工业区。但是并无实际进入细部的规划，所以讲这个土地98公顷土地使用编定，吼土地使用啊，阁是农牧用地，啊只是讲这个用地，这个吼当变做工业区了，所以讲阁农牧用地啦，农业用地我停，那个农牧用地，哎，所有农业面顶，所有爱生产花卉嘛好，要生产一挂杏鲍菇嘛好，要种植一挂迄。园区内底，你即马内底下特殊农产品，包括大饼店，迄拢属于违建无？有啊无？你认为空地当使用吗？一头插落来就当用吗？这个农业吼，有农业设施也核定啦，嘿。核定一定袂过啦，农业设施啦。我甲你讲，迄建桥一定无法度发的啦。你建设厝，你敢发你输桥？你敢发建桥才有贵？来，一定爱违建啦，对无？
有啥物种像这种农牧用地底下之下要生产农作物免违建的？你甲我讲，伊就是农牧用地啊。伊农牧用地，伊敢免阁去？伊当然爱。啊，去遐算违建无？诶，遐申请迄个农地、农地、迄个农地设施的申请，当然是爱啊。啊，全部伊若包，啊，当然包括百倍，去到一百倍够。我唔知你袂甲发。我伫咧六议员报告吼，包括人市地的地场啦，吼，市价价场啦，伊同款，伊若要照规定来，伊是要申请农地设施啦。咱卖讲较油啦，是。咱搁卖搁卖搁烧济啦，咱赶快烧输啦，要无？包较大嘞啦，来啦！我是打算赌博的，来啦！如果他的因为这样的农牧用地，你依照你这样子做，所有的农民一旦入去家，收罚款算你现场打的，敢无敢？是查甫囝，你得讲好。好。好，停。好，主席，以上我报告完毕。以上，谢谢。啊，继续请李浩成议员发言。啊，主席，啊，那个县长哈，那局处长，那个议会同仁、媒体记者，大家好。诶，25号李浩成第一次发言哦。诶，处长，我想要问你哦，我拄啊看即个咱彰南产业哦创新园区第四专案报告，我第一届看到你的报告的时阵啊，我去感觉唔知写啥。啊，第二届咧好不容易我看到吼，咱有小块有 SWOT 哦，诶分析哦，我感觉袂歹。啊，不过第三届我阁刚看到阁无啥物物件，第四届嘛是安尼。处长啊，我想要借问一下吼，你若无爱写一个讲，啊，咱个短期吼，咱要创啥物物件，中期要创啥，长期要写啥？欸，我当看到的时阵啊，我有看到讲啊，斯瓦特嘛是各有分析嘛是各有啦吼。过来你有看到，你过来后壁拢写愿景。我讲真实嘞，处长，你安尼吼，我要以咱阮报道迄边吼，南中华也要甲伊讲，甲乡亲。说明哦，我讲真实，我唔知咩说明。这本摕去予因看，就讲啊，这就是咱处长写第四届，这四本摕出来予因看，伊嘛是看无。我感觉讲哦，处长啊，我阁要问你一个物件哦，什么叫精致农业？直接回答议员吼，议员两个问题，我先回答我这个问题：精致农业，低投入、低耗能、高价值的、安全的。农业，处长，我讲，如果这个精致农业啦吼，哦，我是较看好啦吼。是。万一这个合理哦，较荣幸合理过哦，一定会使做啊。我请问诶，你即卖伊遐做诶叫精致农业啊，村诶咧，伊伊个精致农业区外啊，搁有播稻、产麦、皮桃，伊遐诶花、伊遐诶米、伊遐诶水果，啊，伊诶蔬菜。你遐要叫什么农业？哦，这个我就是拄我咧讲的吼，现在多元绿景的农业，我伫我的计划书内底有写吼。咱唔啦，干即个园区，咱希望即个园区的设立了，会带动周围相关农业的发展。啊，你咩带动？咩带动？农业应该来讲，带动我是基本来对我嘛无看到你啊，讲啥物啊带动啊？直接来给员报告，基本的定位啦。我是五大构面，咱要写一个计划，有一个方向。此刻，不过大会要求我必须把它形成文字上来。如果说那正式的文字，应该还是可行性评估方案。这不过可行评估方案出来就是在上中央诶，还是對 啊？你这上中央，你嘛啊，不是这份上中央，另外你嘛要搁一本哦。当然当然，哎，我们百姓看有诶。是是啊，迄嘿 啊， 對啊，你要摕一本来看，你一本你要听讲啊，一本我得要上给小英看诶，无啦无啦，中央看，无啦无啦。哦，啊你就你啊你爱搁爱写一本啊，是啊，要给百姓看。当然当然当然，对。啊你安尼写呢，大家看无啊？你去写愿景方针哦，人讲诶。哦，会变天，会顿地，啊！你要写到安尼时阵，对不？人讲哦，你要会变天顿地的时阵，你也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嘛，对不？啊，你爱写出来，然后你爱写出来，你中期哎，长短期可以带动什么？中期也在带动，啊，要安那甲周遭的啊农民哦，甚至啊，迄个学校咩去哦有啦，你有内底有写，你有甲学校有写。哦，讲要安那，阿摆课要安那做，啊，唔过你有甲遐附近的农民讲，要安那去甲因配合无？无你这本吹出来啊，你会惊人呢。阿摆你这写出来，
张南哦，借金翅农业，人村内人来讲啊，啊，你也叫金翅农业，啊，五年次等农业，会变安尼呢？是是是，就你嘛，我感觉讲哦，我还是保留哦，感觉讲还是哦，还是再继续啊吼、哦，我看你去下一本啊啦。哦，十二万报告啦，下一本、哦，这个开端真正清楚的物件啦吼。啊，我阁有一张啊，如果哦，这个案万一也袂法度过吼，啊，本身嘛感觉讲哦，无迄个所在真宽，啊，咱嘛会使做啥个？即卖哦，咱个第一办公室和第二办公室啊吼，嘛是即卖足侪，即卖拢客满嘛，哦，不堪即卖不堪使用嘛。我感觉讲哦，迄个所在你会使吼，阁用一个报告叫啥个？没有污染的，叫詹南第三办公室。有机关就繁荣，袂使参考看卖。哎、欸，我嘛感觉讲有当时啊咧，哦，迄、那个皮头溪洲，哦，啊是咧宏远，哦啊，李林迄边的人讲，伊若要去彰化要办公的时阵真无方便。哦，爱塞话，你嘛会使去写一个另外一个，万一这个过，啊无啊过是这案无啊都过的时阵，啊咱嘛会使想看卖，这个所在是不是会使来弄一个第三办公室这个企划案？我感觉嘛是袂歹。哦，阿姨雄，谢谢。感谢。继续最后一个哈、哦，请张忠议员、张忠贞议员发言。哈、哦，最后一个。谢谢副议长啊、哦，哎，以及我们的县长，还有以县委一级主管，以及我们的。议会的同仁，还有我们的各位媒体女士先生，大家好。三十五号啊，针对我们这个彰南产业区啊相关的议题，出意见跟发言哦。请我们那个处长哦，因为刚刚处长提到我们精致农业啊，它是属于低投入、低耗能的一个农业产业嘛哦。那我们刚刚有议员也提到，有很多相关的一些精致农业一些那个产业，它需要做的可能是做温室的，它投入的并不属于刚提到处长所谓的低投入低耗能，那所以我们的议员刚刚有提到，万一假如说他申请没办法通过，是不是变成违章建筑？那费用是由处长来承担的哦。但是据本席所了解，我们的所谓很多的农业设施里面哦，它的一个能够新建它的属于那个农业设施的部分，房子的部分，它有分很多，有分一些设限，就比如说这个产业，这个农作物属于可以做这方面的，才可以申请相关的农业设施。那会不会造成说我们处长这边到时候我们的将县政府规定，就是这些东西不属于这些，不能够到我们进入我们这个产业园区里面来，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在这里跟议员报告哈。其实刚议员说的很正确，就是咱主要讲爱大温室的去保护，其实有很多农业的部分也是需要温室的啦，比如说菇类哈，咱中华杏鲍菇做的很好，产量也很大。啊，我其实这个包括跟农民的接触，因为我说每个农作物的产品，以所需要的日照、水源都会不同啦。那基本上为什么叫低耗能、节水性的？就是讲，比如讲滴灌设计。水可以回流，也控制这个病虫害，所以说我控制温度，所以说我们的菇类在这个环境来，它可以提高最好的效能。那个处长啊，其他处长，相信刚刚我们一直很多议员关心这个事情，我相信你刚刚一直在提讨论的就是菇类的，我们总不能整个产业区就叫所有农民做种菇类吧？不会，那是一部分，那是因为对啊，但是我们刚刚一直听到你所提都是提菇类，但是本席刚刚所提也提到了说，本席所了解的有很多我们农业处这边要求的一些农业设施，它需要是一些政府有鼓励有推动的一些农产品，它才可以建造我们的温室的那个设施。那这样会造成我刚刚提到的，那处长为了怕要罚钱，到时候这些东西都不能到我们里面来。会不会这样？不会这样子。我们这个彰化是多元性的农业发展，所以讲，咱一定是提供一个上好的环境，来跟咱家农民合作，来引进他们，拿最新的技术跟设备来获得咱家农民。希望处长记得今天所承诺的种种的事情啊、哦。那本席这里为什么要提这些问题？就是我们本席认为说，我们的公家机关政府的部分，我们的很多政策的决策性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刚刚有一点提到。这个产业园区所做今天所做的变更，未来有可能造成的很多的问题，包括过去十几年来一直在推动的，几十年来一直在推动的一个工业区变成产业园区，那会不会未来又发生
其他的变故，哦，包括刚刚讲的有很多土地所有权人愿不愿意的问题，种种的问题发生，那这些问题发生，造成民众会有很多的不安全感，哦，比如说，我们现在像我们昨天报纸有披露的，我们相关我们彰化彰基医院的问题，哦，本席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因为我本席认为说我们的一个政府的一个作为，关系到我们民众，信不信任政府的一个关键。怎么说呢？因为本席就想是不是请我们那个建设处先做一下说明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个据本席今天刚收到公文，我相信很多议员也收到了，我们彰化选区的议员应该都收到公文，因为彰基预计要在我们的中心路跟我们的虚光路中间，他买了一块土地，打算来新建新的大楼。那这个新的大楼，他新建的过程里面要经过相当多的一个安全评估。那本席在今天看到的公文里面，并没有邀请我们的县政府参与哦。那这个事情是不是说请我们叫那个建设处长先做一下说明，好不好？啊，请建设处处长请来解释一下。感谢主席啊，感谢那个张议员哦，对那个彰基的这个新建大楼这个关心啦吼。我而且给各位报告啦吼，伊伫顶个月有送件，先经过阮这个都市设计审议的这个审查，但是算因为伊还佫有相关的资料还无齐全，所以阮还袂佮通过安尼。针对这个部分，本席希望咱县政府委员长佮咱的相关单位，哦，因为这需要经过咱所报啊交通的问题，因为现在来讲，因为交通的问题，这本席伫咱差不多1904年。有争取要改善彰基附近的交通问题哈，啊，所以请咱公务处甲咱施工所去现场去看过咱虚光路要哪改善，增加伊流量，可以袂塞车。因为过去咱彰基伫咱地方造成的困扰真多，虽然伊予咱的繁荣嘛真多，但是今仔日造成的困扰就是讲，咱的居民的生活品质变歹去啊。第二，咱的交通真乱，这大家彰化市拢知道，到遐。东乡东乱，交通几乎是无法用，尤其上下班时间。那今仔日卡苏工地张机个地也对面个开一间大医疗大楼，伊无改建安全设施，但县政府施工所没有把关好，未来造成的问题会更严重，是不是安尼？因为他的患者容纳量会更多了，那患者容纳量更多的状况之下，有可能造成一些问题，就是讲那里交通更加乱，车也更加多。哦，这个问题，咱也是爱去关心，爱去了解，去讲，未来去改善啦，吼，就是讲，包括上严重的一些问题，就是讲，咱的嘛媒体冇披露出来，就是讲，咱的断层，咱的包括咱的断层带东西，八卦山的这个山脚下，这个沿路吼，有这断层在底下。那今天的彰基为着要让因方便，伊要伫地下道做人行那个地下道，两间大楼连通，甚至要伫咱的两栋大楼。中三楼、四楼，这应该处长拢摕到设计图了吼。伊要做空桥，咱会当试想讲，其他居民的在你要烦恼，伊空桥要横跨30米道路以外，连接两个医疗大楼，这个中间的距离大概70米到100米之间的距离一个空桥，那两个大楼的一个楼层高度又不一样，那到时候真的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不希望发生。发生的时候，两个摇摆系数不一样，最后结果怎么样？我相信建设处长，这是你们的专业，应该很清楚。您认为这样子安全吗？李家国个议员报告了吼，伊当然这个建筑物两栋要连接啊吼，迄个安全上是不管是你的空桥还是地下道啦吼，这个安全的结构，阮一定会把关啦吼，包括就算讲伊嘛要处理，因为这条道路。是算市公所管理的，伊嘛要出到迄个同意书，哦，啊，包括就算讲伊交通的影响的评估，嘛有通过。所以这个是本席拄仔所提出来，讲是安怎咱政府机关做代志，吼，咱百姓无啦放心所在。今仔拄仔处长讲的足重要代志，今仔是爱公所提出的同意，予伊通行，予伊做。今仔相关嘛是咱爱管政府这边，咱的建造，爱有通过才有通做。今仔日公所已经。同意可以做，这件代志并无人知影。那因为民众发起了这个陈情，要来做这个要求讲爱开公听会，因为我拄仔有提起过，过去伫
十多年前，伫温国明市长的时代，曾经捌要做过，是安怎袂过？因为公听的做过，民众拢无支持，是安怎无支持？第一影响市容，第二安全问题，大家惊。万一发生的时，你讲管，你讲政府报警，要哪报警？台南的建桥教法，地震毋是遮严重。所以咱政府的部分，咱是爱做的是爱有法当去把关，预防万一真正发生的时，万一发生咱无希望看到的。今仔遐附近的居民，大家已经挡袂牢，除了交通问题，吼，除了安全问题，除了对咱附近造成的生活问题，这拢是咱政府爱想办法来做一个沟通的桥梁，让咱这个张机会当让咱地方安心。哦，那直接啊，本身嘛要公开呼吁咱张机这边吼，应该是爱秉持过去的南大卫医师夫妇因的精神呐、啊，要照顾附近的居民。因是安那，因是安那照顾居民的。今仔日张机，我讲到这，今仔日挺多，希望他们要延续他的宗旨跟他的精神。那在这里要呼吁说，我们在现在张机附近的居民，他们因伫咧明仔载十点的时阵无预警的，照你讲，你要开公听会，是不是要提早要宣布，予大家知影？结果伊开公听会，我今仔才接到，下早接到文，今仔下早接到文，民意代表，我看内底文的资料，并无咱管政府的名。咱管政府是管理单位，你要同意无同意是爱看安全问题，爱看设计问题无来同意的。今仔日伊提供着讲，伊要用的使用，结果伊无甲你通知，本身感觉这是无适当的。所以本身要求咱管理处采取拜托咱啊，这个建设处相关的人员，是明仔载因公听要到现场去了解到底。这安全性问题跟民众的诉求问题是有通达成共识无？再来核准到底该不该准？是不是安尼会当？嘛，咱啊县长会当答复一下无？反对你这来答复一下。啊，主席哈啊，针对张议员的问题啊哈，这个部分我就请建设处处长哈，能够哈先去啊了解一下。您本身等下甲咱的馆长报告就是讲，今仔日伊。明仔载是伫个介绍堂，明仔早开会，吼、哦、啊！所以这部分本身希望咱相关单位要个现场，因为你干那单纯看到资料，讲伊讲说已经准啦，但是问题是，意思要派单位去现场了，对啦，哎呀，啊，派单位去现场才做好啦，对啊，伊在现场了解情形是安那、啊，做一个说明是澳民众，那真正会做哩，无问题，澳民众安心，但是民众无通安心啊，所以你讲政府机关你准的，伊无通安心，所以造成民众对咱政府无信心。那政府对咱政府无信心，对咱未来发展是相当影响啊。好、嗯嗯哦，是不是还蛮？是不是咱啊，做一台当麻烦咱管政府这边来做一下。好，管政府你这上台派。好，那我们请啊，建设处长去处理这件事情了哈。好啊，谢谢我们的县长哈。好，以上谢谢。啊，各位议员，当然今仔日的会议到这结束，明仔载议程是分组审查，散会。